嗨，我是何畅。对于 Radian 男性，我觉得它很方便，就是只需要一片轻轻的几滴水搓磨，用于洗脸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卸妆、清洁以及保水。所以在整个市场上来讲的话呢，已经可以代替了三种产品。然后我们再次于我们就做其他的一些护肤或者防皱之类的，可以给予城市男生的一种高品质高水准的生活。我觉得 Radian 是对于男性新一代的这一个护肤品是必备的。再配合上这一个爱 Radian 洁脸仪，这一面是拿来洗脸，背后就是拿来伸直导入。我们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当我们用手去洗脸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细菌都是布满在我们的这一个手心上。我们还没有洗脸之前呢，我们必得要把我们的手的细菌洗干净。爱 Radian 洁面仪它有这个震动的效果，能够代替我们的手更清洁的去洗我们脸上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以达到零死角。在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擦了这个其他的 essence， 就用正面来进行这个伸直的导入，来达到更好的吸收。